你这一生都别想摆脱我。我给了你权力，给了你荣誉，就是在给你选择的机会。你想杀我，尽管来吧。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如果学不会克制，连你现在拥有的都会失去。如果再没有了爱，便只剩下满腔的恨。我要赵国大乱，我还要让你当上秦国的王后。杀！降我者生，逆我者亡。我便是要与你做的，你又能奈我何呢？雅儿来了，机会就来了。你是寡人见过的最可怕的女人。我吕不韦可以为王孙的大业不惜一切。你奋斗了20年，终于成了大秦权倾天下的相邦。可你信不信，我可以随时夺走你的权利。只要你能达成我的心愿，我可以答应你一切条件。